为什么我没有画面？哦，有了。忘记穿衣服。我忘记穿衣服，等一下，穿一下，等一下。啊干！哦，什么掉嘎了，死了啦！翻地形，我没有输哎，我是输给地形哎，我没有输哎，说真的。哦，这个哎，第四代没有比较简单的其实。哦。欸，很难欸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地形把它合起来的时候是没有预兆的，我就死了欸。很难的啊，你们知道吗？还笑我。好，我们小心一点哦，我们不再用冲刺剑，冲刺剑从此被我封印啊，我不会再被骗了。你看那多微操啦，干，刚刚那是什么啦？这太难了啦！下来，掉下来。这效果真的很棒，完全没得救，不用做哎、欸，真的不用做哎、欸。为什么啦？这是难几点的？刚那不是、啊、那个品管有理解过吗？他有想过这个游戏现在是怎么样吗？这什么啊？这砖头是怎么啦？我跟你们讲一下这游戏的规则哦，掉到刺就会死。我先看一下他动作，哦，他会大便。我靠哟！哎，我好像有点强哎，杰洛，杰洛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这个反应非常的好。烂肉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Team Walker。我好像有搞了、欸，就故意给他撞那个，啊没有 ，OK， 对不起，当我没说。哎呀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、欸，那个是怎么躲啊？我真的不懂哎、欸，我十几次了，好多次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躲在后面是不是就没事了、啊？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哎、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，真的是最正确的攻略法吧？这样都没事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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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抓得到，完全是他不这么做而已。放我下来，婊子！哎呦，看起来不怎么可怕，小坏坏。暴言归宿，上去嘛，上去嘛，干！我也很想啊，我也很想啊，我是艾克斯派的。怎么会从这里开始啊？怎么会从这里开始啊？啊？这是起点、欸，才刚有人留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越来越顺？这什么概念？我就死了、欸。为什么这游戏这么多信仰之月啊？做杰洛做效果做很好哎、欸，我没有在做效果哎、欸。谢谢杰洛示范阿拉蒂。我还想说，哎、欸，今天这把有了哦，有料哦，越玩越顺畅哎。没有，死了啊，没了。他妈的，我在干嘛？哎呦，干你呀！哦，那个青蛙，武器都是去。克拉夫特有点东西耶。哦，终于遇到一个足以跟我匹敌的对手了，你们说说。我跟他只要两边公平的情况，我是不会输给他的。巴尼尔打你的时候集气快多，真的。干，这个是真的，操他妈死了！干，你们又在同一个地方被砸死啊？哦，啊，今天吃蟹肉，操妈的！是不是很久没有？哦，其实是，哎。活下来了啦，活下来了，活下来了。艾斯，为什么会回来？是算他们的损失。当你今天要过的时候，你要非常快速的冲过。我今天转完，请问我要跳还是不该跳啊？没地方走啊，空的啊，哎呦，路哎。你看我跳的地方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有敌人在那边等我，怎么打啦？他去哪？干！
好，我知道怎么打了，我知道怎么打了，这一只我知道怎么打了。干，为什么他会分？手脚不能分哦。这是什么东西 ？Speed run, speed run, speed run。那么那么那么那。弄个 HP， 弄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没有补血的耶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一个都不掉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游戏有这机制吗？就是越到后面补血会越来越少，这样。我只剩一滴血，我是怎么玩呐、啊？哎呦喂呀、啊，对吧？打怪会掉啊，照理来讲，我却一个都没有拿到。我反而越补越少，哎，我剩一格血，零命。娘的打桩机，真干！我脚滑的，我这个呼。Game over。哎呦，不要过来哦！啊死了 ！Fuck！ 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觉得要双断跳哎，其实这游戏设计不行啊！敌人突然冒在你脸上出现，然后射你脸，太过分了、啊。如果说我。cos 成拉克斯克莱因会让人 PTSD， 这代是不是那个预算不够啊？怎么一直看到长得差不多的东西？是不是？干他妈这怎么不会扣血啊？这家伙！妈的这！不行啊，打赢打不赢啊！这怎么打、啊？这是怎样啊？为什么他不会死啊？还是其实他会死？啊，他会扣血、啊，他会扣哎、欸，我他把我咬回，靠呗，我差一点就过关哎、欸，这画面很乱啊，那一堆几只在那边跑来跑去，还射个小东西，啥什么？开玩笑了吧？那是个刺哎、欸，我是说那是个他妈的刺哎、欸，要怎么过啊？我跟你们讲，我怎么 ，Oh fuck！ 我觉得我越玩越有料。我的脚！啊，这怎么总打？Game over！ 先打赢这个 boss。啊，克拉夫特大于房贷，好死了！干，克拉夫特太强了，我打不赢。要，然后他就下来了。OK， 不 OK， 真的。你个他妈 ！Oh fuck！为什么杰洛的防御力那么低啊？啊，也威力，这不会做机器的，太弱了吧？哎呀，你看不到那边的敌人，你看不到，真的，你看不到，太强了。Oh fuck！ 个人智商问题。你先弄一下，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怎么过的。我小时候肯定是在这边弄 HP， 还有这个哦，你要不要来洛克人这里卖药啊？我一直死，他会消失哎、欸，哎呦，去啊！再，啊干！我打到后面的墙壁，手好痛哦。我要这关有料哦，他妈一看就知道是在搞人呢。这一关，我刚刚感受到了一股正面的能量走向我，没有哎。我要跟他演出一场精彩的空中战啊！哎呦！我看你掉下去。Hello， 我的朋友，怎么
为什么是入口？为什么是入口？为什么是入口的画面？哎呦喂啊！是不是其实有个什么外挂可以用啊？干有哦！好了，我们回到刚刚的世界线，我们好像打赢了，哇哇，不容易啊，辛苦，蛮难打的，哇，然后这个就掉下来了，哇 ，S 级神，怕刚刚看不到结局的观众朋友。哎，这样你们就看到结局了。哎，但是呢，我还没打完。躲躲躲躲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刚刚看过这个吗？我靠！老同学，这不能阻止他哦！同学们，你们怎么都出现了？你这垃圾，操你妈！啊干啊！哎呦，我要换那个啊！我心已经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没有补血药，没有医罐，然后他叫同学会。游戏一点都不好玩，我看杰洛一点都不好玩，第四代真的一点都不好玩，不是啊，干他妈的，真的第四代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玩，干我还是觉得三代最好玩，我不觉得是我的错觉，真的三代最好玩，干这什么东西啦，哦，不要再说自己是 super 什么的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臭婊子，放开我！打完了。我没有喜悦，我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，我没有任何快乐的感觉。那结局就是雪儿倒在那边哭嘛，这就是结局。哭，给我哭一个小时，谢谢。把人家叫起来去打架，叫人家去打架，然后。人家死了又在那边 QQ， 那你就不要叫。困难模式，不可能，谢谢啊，做不到。结局就是他死了，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我看起来他是死